reach out to you. I'm gonna be side effect. I'm sneaking room for the next in queue.今天的新闻就是我们大概看了一下，就是在讲说，聊一下啦，在讲说什么啊，就是未来会涨电价啊，然后现在大家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有人要涨了啊，有人已经在涨了啊，有人怎么样啊，哦，今天大部分就是这样，反正现在大家推敲嘛，哎，就是这样。柯文哲跟蒋万安的这个已经吵了很久了啦，反正就这样而已啦，我也不想要那个，也是反正最后就这样子啦，好不好？那个就是变成大家来嘴炮啊，大家來说对方怎么样啊，基于这个9000万的事实嘛，对不对？基于这个加预算的事实嘛，然后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没加预算啊，你加预算啊，你就要多花这个无谓的钱哦，然后给厂商去赚，哦，然后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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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叶黄素一天吃两颗吗？这个我不能回答你，但是东西在你那里，哦，你要怎么吃，我管不着你。对，我不能回答你这个东西，我只能说，我只能跟你讲一个科学概论。科学概论就是说，每一个人的体重嘛，哦，每一个人的体重嘛，那70公斤的吃一颗，啊，100公斤也吃一颗。哦，你认为合理吗？哦，但是依照卫福部食药署，哦，他们的规定就是我们要按照国家，我们这伟大的国家规定的一天基本食用量来回答各位。完毕。哦，完毕。一周六练，周期化课表，3天一个小周期。啊，只能这样练啊！我现在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现在就改三天休一天，不然就是练6天休一天，不然就5天休2天，就是几种方式啊，对啊。科目聊说改天，馆长好像有生气，我哪会生气？我哪会生气？生气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靠腰，我只是。直接跟大家讲，就是我有邀了，但是没有来啊，总是要把事实跟大家讲嘛。我干嘛生气？我怎么会生气？对啊，以后不要来，我也不会生气啊。没啊，我们干嘛去生这个气？不是啦，他们这种政治人物哦，他们也是很忙啦。哦啊，他们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。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 KPTV 嘛，他们这个 KPTV 还是在做节目，然后现在好像我看 YouTube 好像也有一些人有在投资，我看黄国昌有去上一个我没听过的节目，反正现在我觉得这种政治的 YouTuber 越来越多，我从来没看过的人哦，然后都会有花钱去请，一看就知道他们也是有请一些员工啦，弄一个小小的摄影棚啦，哦啊这样在做。所以现在可以选择的方式比较多啦。那如果说他们这些人在台北市，哦，他们诶，谢谢入宋慧吉，他们这些人在台北市，那他们跑台北市，相对应他们时间会比较快一点。那我们因为在林口嘛，我们的摄影棚也在林口，啊，相对很远，对啊，就是
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现在你现在看 YouTube 哦，算说蛮多在做政论的啦。可是大家也知道嘛，政治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它就是慢热。你要到你24年选完了，它的热度就是去年结束。那你要再把选举的热度拉起来，就是等到明年的时候，因为明年又要选市长跟议员，那时候的政论节目才会又变得比较多人看。那现在毕竟大家选完了嘛，局已经定在那里了嘛，有一些人、一些老百姓他就不是很关心，因为没法度啊，因为你总统选完了没法度啊，总统台湾就是总统最大。哦，就是总统你选完了，总统可以决定太多事情。怎么在短短的应该一个月内吧，我们看了立法院这一个月内啦，看了立法院这些人这样子搞，你看久了也差不多是这样啦。哦，就是问 A 答 B， 问 B 答 C， 问 C 答 D， 不然就是。人家讲什么我不知道哦，那就叫剪掉嘛，哦，或者说看你什么时间要做好哦，我没办法回复你。那你看得很生气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政府怎么这么这样，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干不演的 啊？看你要跟你演什么？我就讲一句白的啊，跟你演什么嘛？你们这些人上来一定咨询我嘛，我一定就本来做不好，我本来就回答不了你嘛。那最终没关系嘛，我们有电视，我们有网军，我们有侧翼，加上我们选上了嘛，哦，啊，你要怎样？就这么简单，没了嘛？我就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，啊，我就选上了啊，啊，那你要怎样？啊，你要怎么样？啊，等四年后再说嘛，你就骂啊，四年后再说嘛。所以他们就是你看最近。大家在骂什么？大家在骂什么？最近大家在骂电价，那他们就叫一堆人出来洗说国外的电价，国外的电价多高？好，那国外的电价多高？你通通列出来。我觉得民进党就是最喜欢玩这个，国外的电价多高？好，那我问你嘛，台湾的薪水多高？不是你要比就很全面性的，台湾的物价多高？台湾的租金多高？台湾的房价多高？你要都全部都拉出来。台湾的台湾，我们不要讲台湾，我们讲一个人类，他工作一个月薪水多少钱，他的负担百分比切割。哦，你不能单单讲，哎，你看美国电价多少，台湾电价才多少，啊，美国房子多少啦，干您做工十八台啦，美国一个月薪水多少，我干破你娘，你讲阿小啦，就是你要比，你就全部都比，像你跟日本比嘛。我跟日本比啊，日本电价多少？日本电价比台湾贵嘞，日本电价比台湾贵啊。日本薪资有没有比台湾高？有啊，有比台湾高，对不对？啊，日本的房子跟租金怎么比台湾便宜？啊，你讲不出来了吧？你知不知道？你去看一下做店面的，从去年23年到今年又涨十几%，租金一些做店的租金又涨上来了，因为最近电费要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房价还在涨啊，啊，所以租金也要涨啊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比日本好啊，日本房子多少钱？台湾多少钱？啊，日本人家吃的东西多少钱？你台湾卖多少钱？啊，日本人家原物料多少钱？你台湾多少钱？我跟大家讲，我刚从冲绳回来，我就一直跟大家讲，人家的海鲜比我们便宜，莫名其妙，人家的牛肉比我们便宜啊，人家一大堆东西都跟我们差不多价钱啊，人家的薪水比我们高，房子比我们便宜啊，啊，电价比我们贵，哦，啊。你就拿电价，所以就很奇怪，就是这样子，很奇怪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反正你也无奈嘛，哦啊，他们就是在新闻上面洗嘛，啊，该涨就涨啦，啊，台湾电价世界便宜的嘛，啊，该涨就涨嘛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并不是这样。哦，民进党政府很厉害，他都会把你这次看他这次电价怎么涨的，你们在用电，就小老百姓用电是涨得很少的，有没有？然后中小型的店家就有影响了，
然后工业型的店家又涨更多，就是说你们居住就是便宜啊，你要营业就开始涨了，贵了啊，你要做工厂那就涨爆你。所以这个情况会变什么？这个情况我老实跟大家讲啊，就是他就不是涨你们店价啊，你们小老百姓要知道你们老百姓人多嘛，一定很靠背嘛啊，做生意人少嘛，卖吃的啊，做衣服的啊，做什么的，开店的啊，做制造业的啊，做科技业的啊，那很简单嘛。我跟大家讲事实是什么？事实就是台湾的物价又会上来一波，因为一定涨的啊。不然东西，他工厂的电成本怎么来？他涨人民是因为说啊，你家你涨电价嘛，你只会你一般老百姓你只会注重说你家哦，但是你公司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你公司那个用电超过多少度，那就被涨到，像我的公司就被涨到了。那我公司也是在做什么的？我们仓库也被涨到了，冷链也被涨到了。幸好现在我们做冷冻品很少哦，阿弥陀佛。幸好我早已经退出了冷链市场哦，阿弥陀佛。什么鸡胸肉啊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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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出一出。什么水饺？哎，赶快出一出。哦，之前还卖什么牛肉、鱼啊、羊啊、猪肉啊，赶快出一出，不要了，赶快出一出。啊，现在还有冰淇淋，拜托你赶快买一买。哎，没有涨价。我们冰淇淋还有4万杯，卖了18万杯，做了22万杯，哦，目前为止剩4万杯了，最后倒数了，麻烦大家把它买一买，就是天气变热，买完我就解脱了，哈，我又电价还电你吗？冷冻库我们要涨价，涨你吗？你慢慢涨，我们冷冻运费要涨，涨你吗？你去涨，哦，你们涨，我没有做冷冻品。我没有做，阿弥陀佛，解脱啦，解脱啦，干你娘嘞！我就跟你讲，冷冻的东西就不赚钱，老顶就老卡，阿母干阿爸，今日来跟你卖海产，足俗的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无效嘛，迄就不赚钱。哦，那个没赚钱。我真的觉得这个台湾就是大家生活就是压力比较大一点，真的是老实讲比较大一点。哎呀，不要只吃巧克力，有抹茶，有这么多的口味，好不好？不要只吃巧克力，好不好？谢谢30块抖内，谢谢。哎呦，是不是你们不要那么挑食嘛？挑食不好嘛？小时候妈妈没教吗？小时候妈妈没教吗？不要挑食嘛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给他出起来，不要挑熟，好不好？挑什么熟啊？我只要吃巧克力的，你有很多口味哈，不要只吃巧克力了哈。宝贝 ，Don't call me baby。哎呀，没有看人家美国片在演呐、啊、，Don't call me baby，bitch。宝贝，干娘嘞，你叫我宝贝，干娘嘞，宝贝，对不起哦，哈哈，宝贝，哎呦喂呀 ，Don't call me baby，fuck you， 宝贝，哎。乳清可以用气泡水泡吗？你要什么泡，只要你喝得下去，好不好？你要拿，好不好？地江水，什么叫地江水呢？大家有看农民历吗？哦，吃蟹不能吃橘子哦，什么什么的，什么什么，你腹痛地江水，什么叫地江水？就是你地上挖一个洞，把水倒进去拉拉呀，好不好？你要怎么泡，只要你愿意喝。都是我都没意见，但是我建议啦，以水为主，
哦，馆长，我想泡啤酒，可以吗 ？Of course， 馆长，以我的身份哟，我都是泡八二年的拉菲配浓缩巧克力，我没有意见，我没有意见，我这一杯乳清100多万哟，八二年的拉菲，我没有意见 ，All right， 你要泡什么？我没有意见，你喝了没问题，你要泡他妈的嘞，北投温泉水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对不对？尼玛值的洗脚水，是不是？我都没意见，欢迎泡，只要你愿意喝。哦，自己泡的自己喝啦，好不好？少年的，自己放的屎自己吃啦，自己泡的自己喝，只要你灌了下去，你要怎么泡，我没有意见，但是我建议啦，我个人努力的建议啦，基本上是用水，顶多 over 一点。你喝牛奶不会拉的话，喝牛奶也蛮好的，牛奶百搭哦。如果你喝茶类的，我是喜欢以前啦，喜欢真的放绿茶下去泡，它会有 double 茶的味道。比方泡铁观音，或是泡一些奶茶类，我会放红茶、放绿茶下去调。以前啦，现在我都已经喝了20年超过了，小弟我本人，好不好？现在拿了就泡，喝了就喝了，没什么 feel 啊。真的，当你乳清喝了20年，你只是为了喝而喝了。当然啦，我们乳清的确是不错啦，但是你也是为了喝而喝了，好不好？你是为了要，补充蛋白质。对，你要用麻辣火锅也可以啦，你要用关东煮的水泡，甚至上面放个菜头，撒个甜辣酱摇一摇，我也没意见。我也没意见，还是像马丁尼一样，里面放个橄榄，好不好？嘿嘿，是，或者放个艾必斯嘛，爱喝酒的放个艾必斯，操，看你要加块冰糖在上面燃烧，哎呀，最后再加上馆长的，哎呀，乳清哦，我都没有意见，我都没有意见呐，好啉就好，你啉的就好，哈哈，你啉的就好，哦，馆长的乳清杯怎么不在官网上架？我们乳清杯有在官网上架啊，有吧？我们乳清杯有啊，在叭叭叭叭叭，应该有吧？摇摇杯在运动用品里面。在运动用品里面，来我开给你看吼，来，拍谁啦吼？各位借我一点时间啦吼，很快，这里按这里，运动用品摇摇杯，有没有看到？这里，身体觉得疲惫，那就休息啊，多睡觉，多睡觉，少熬夜，哦，睡觉啊，休息啊，对啊，然后按摩啊，去找按摩的，按摩全身啊，好好的睡啊，多补充点水分，多睡点觉，然后吃好的东西，然后男生的话，去吃一个心高的，或是可以提升睾固酮的东西。比如讲海鲜啊、牛肉啊、鸡蛋啊、含锌量高的啊、蚵仔米线啊、蚵啊、蛤蟆啊，哦，哎，啊，一天喝多少水？我一天要喝4000。4000，我是3杯啊，我要喝要3匙，你要一整杯灌到满要3匙啦。可是我建议你先泡一半的水，然后把3匙倒进去摇摇摇摇摇摇摇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你再把水加起来，再摇摇摇摇摇。哦，你一次如果把它灌到最满在那边摇，你可能摇不散，3匙太浓了，粉太多。
欸，所以你要分两次摇。你可以用折扣码，你就用啊，它没有跳出来就不能用啊。阿管每天练吗？没有，我有分，我有时候身体太累，我就会休息一天。我能练我都正常练，有时候练三天休一天，有时候练两天休一天，有时候练四天休一天。但是我是三天一个周期，我如果中间休息，我会不跳过，哦，继续往下。比如讲说，我练腿嘛，腿完练背嘛，然后我就休息了，然后再来就是胸，胸完再练腿嘛，腿完再练背嘛，有就是这三个一直不断循环，一直不断循环，我是这样。然后练胸就要练肩膀嘛，然后顺便练三头，练背就要练斜方嘛，后侧三角跟二头，我是这样练。军人如何进步手榴弹投掷距离跟引体向上？那、啊、你就要多做旋转肌群啊，投掷就是核心旋转肌群，跟你的哦手背抛物线的力道。我觉得啦，哦，引体向上那个拉力带，然后矫正，然后你要肩胛会要会收，身体要会向后躺，核心要会稳定空稳定。网络上有很多影片，哦，他们都有动作教你。你打引体向上，投掷手榴弹呢，我只能说有力量不一定会丢得远，因为投掷是一个技巧动作。它是一个技巧动作，这个你可能要问棒球员，他们是最了解的。棒球投棒球的人，有力量不一定丢得远，他们是要有一个弧线，然后用手背甩动的全身，哦，一样嘛，力从地起嘛，脚一踩，膝盖经过髋关节，髋关节扭转核心，然后把力量一直传递，最后经由你的背，哦。到你的肩膀，经由你的手肘，最后到你的手掌丢出去，它是一个动力链。那这个是技术加上爆发力加上力量。那你如果没有技术，你丢的点不准，你就丢不远了。哎，它是一个技巧啦。谢谢董内 bro。感觉你们台北什么都大，台北然后什么大，台北就老都市的，还什么大，大家都住台湾那么久了啦，台湾就是人民最大嘛，听说是这样说嘛，啊，地主最大，因为那些房子都是地主的，那台湾的建筑物偏老。其实台北很多建筑物都四五十年，讲白一点都已经濒临要都更的边缘。然后因为它贵嘛，哦，物价贵，都更麻烦，这个也是一个城市隐忧，大有个屌用啊！建物都那么旧，四五十年的房子，然后四五前十年以前的工法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势必要淘汰，势必要重新都更啊。但是台湾很难呢、啊，十锤高卡层，你知不？你家住户一百人有一百个意见，哦，你用家伙都哦，哦，我不要搬呐、啊，我就爱这里，我就爱我舅家的样子啊，不用动了 啊，你要尊重我啊，所以就是大家都住那种老房子，就是卡在这里啊，然后又贵。那台北，我以前啊，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去台北，哇，那个台北的人啊，以前。我先讲的是以前哦，哇，那个台北人他有一种贵族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说话的方式啊，看人的把揪心啊，那个眼神啊，就是带有那种哪里来的啊？咱台北人呢，吼，天龙，吼，杯酒天哦，就是高人一等，高人一等。哦，你到位来，我台北人，我住台北呢。哦，我们足敖，干你娘，你足敖你啊！哈哈，有没有？真正较早二十年前啊，不哩啊敖，佫真敖。哇、哦，因为较早台北真正贵啊，即摆你偌敖？哦，我敖，
台北，我住台北啊，又老又穷的城，又老的城，太老的城市。虽然它是的确它首都啦，但它也是一个老城市了。我小时候去西门町就长那样子，现在去西门町还是长那样子。我小时候忠孝东路走九遍，一段走到五段，就是长那样子，现在还是长那样子。二十年前都是我的搜狗，二十几年前都是搜狗啊，现在我的搜狗啊，东区还是东区啊，西区还是西区啊，因为就是这样啊，建物从二十年前到现在还是长一模一样哦，连遐的店有一寡物件差不多，拢无啥变啦，哦，都没有什么变啦，所以加上哦，蔡英文得政，历经马英九，历经蔡英文，哦，历经国民两党，大家都得赚一波，对不对？你炒炒房，我炒炒地，你炒炒房，我炒炒地。现在台北有比较贵吗？台北是更贵的，但是其他地方也很贵。但是其他地方至少有一个好处，欢迎大家来淡水啦、新庄啦、哦、三峡北大啦、桃园啦、台中啦、林口啦，我们林口这边啦，哦，台中一到十五期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真的是两个世界。旧的都市叫新庄，化成路这边过去，副都心从化区，哇，道路漂亮，房子漂亮，妈的，看你俩的，差一条马路，一个红绿灯跨过来，妈的，化成路，妈就是这样，又变成工业区，哦啊，地价这边跨过来贵的要死啊，跨过去那边他妈的乌烟瘴气，啊就这样啊，你可以从新庄那边就看，啊有规划的啊，随咖。啊，没有规划的道路就干你娘嘞！怎么？所以你说，卡扎台北人怎么样？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台湾人，因为太小了。以前叫做眉开眼界啊！啊，咱都位的罗州，罗州三零八、三零八都有分哦。溪尾街是溪尾街，五华街是五华街。哦，干你娘嘞！嘿，跟头无同，差一条在这里，一条在隔壁，这样就不一样了。可以打得你死我活，嘿，开山刀、西瓜刀拿着追来追去，哈！我说以前呐，是不是？现在大家都 internet， 哦，大家都这边 line 加来加过去，哎，信赖四大运，现在都什么眼界啦？还在台湾哦，芦洲三重哦，来修台哦，台北新北哦，干你看不起你三林埔人，我都看不起你台北人，啊你卡啊，啊你装卡啊，嘿，台北人拢卡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哪有分哪里人？现在台湾那么小，现在你交朋友都交到哪里？什么美国人、巴西人？哎呀，老乡你在哪啊？哎呦我的妈的，在网络上跟他玩游戏，中国口音，对不对？操他妈的！住北京的，住上海的，住天津的，住他妈的嘞，有的没的。我的粉丝还有蒙古人嘞，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说他妈的台北怎么样？哎，其实也没怎么样。哦，你说、啊、台湾怎么样？其实也没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大家眼界开了，脑袋装的东西不一样了，眼睛眼界哦，包含了 Google 地图，你要看哪一个城市的街道，是不是？你要看在电脑上面。你就看得不要不要的，你要研究人家，你的影片一大坨拉骨，